雪王啊，妈，你快把兔兔车往前开，我要跟雪王一起玩。哦，大儿不能玩太久哦，你爹叫我们回家吃饭呢。你爱我，我爱你，但在雪王在一起。哦，大儿，老妈我跳得好看不好看？老妈，我跳得比你好看。哈哈，你们跳得都好，可以跟雪王一起玩吗？可以可以啊。雪王，你要带我们玩什么呢？跟我走，我带你们去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。哦，大儿，要不然我们回去吧，爹还在家里等着我们呢。老妈别担心，雪王又不是坏人。哦，大儿，妈只是觉得有点，是不是有点不对劲呢？都给我站住。老妈，要不然我们还是回家吃饭去吧。好，大儿，你觉得我们还走得了吗？大哥，这两只蛋被我们骗过来了。干得漂亮，归队吧。机甲大哥，我们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骗我们来这里呢？无冤无仇，小屁孩，你老爹害得我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，你居然说我们无冤无仇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机甲大哥，那你应该去找我老爹啊，我告诉你他在哪儿，你去抓他就行了呀。你还真是孝顺啊。兄弟们把他们带走，且看我如何收拾蛋贩老大。老大，事情就是这样的，你老婆跟你儿子都被一个机甲抓走了。不可能啊，我没有惹到过什么机甲蛋呢。你们是怎么看到他们被抓走的？不会是合伙骗我玩的吧你们？老大，我们还能骗你吗？作为一名合格的蛋贩子，我们每天都会监视蛋仔岛的一举一动的。正所谓站得高看得远，蛋仔岛发生啥事我们都知道。好家伙，那还不赶紧去把我的好大儿给我找回来，所有蛋集合，前往蛋仔岛，找出抓我儿子跟我老婆的凶手。出发出发，快，所有蛋分散开始走，不能放过岛上的任何一个角落。是，老大。好大儿，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儿啊。